嗨，书香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棒球殿堂时间。那今天这集的话是一个娱乐选秀啦，就是因应这次的明星赛出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卡片啊，所以做了一个娱乐版本的，就是大家看看就好，没有任何的攻略性质，也没有任何专业性质。好，那今天要做的是用选秀同时选打者跟投手的同一位球员，那有没有机会全部都出变异版的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好，那我说的就是这个啦，明星赛的22年的中继就是靖凯，然后拿木一样跟怎么不见啦、啊、哦，在这边哦，眼睛好，就这三张。那等一下我的话会选这三张，然后加上我记得有头啊，但是怎么不见了的王拔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好，首先先把这三张先选起来。好，那明星赛这个王拔这个就用这个选。哎呀，这张啊，如果真的等一下出现的话，那个官方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补一张王胜伟的投手啊？好，那剩下的话就是16格会各补上面这个四位球员的另外一张卡，就是另外的卡接各四张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。好，第一张22明星赛的林靖凯，后面好像用高级选。19这张应该不便宜吧？嗯，好啦，还有1亿啊，反正就娱乐嘛。这样子好像三张了嘛，再一张选22年的。欸，有几张会比较贵吗？啊，怎么都这么便宜啊，算了啦，娱乐嘛。选二垒这张。好，接下来的话第二位是拿木一样。一样明星赛这张先选啊，扣打用完了，还是得要用高级啊。明星赛这张先选。这张的时候也是蛮夯的。好，第二张应该就剩21跟22了。第三张跟第四张 ，OK。好，接下来是郭天信，有 MVP 嘛，可以省一张哈，偷省一张。好，第二张选21好像有一张很强的。然后第三张选22，最后一张选，没错，普卡。好，最后四张塞王胜伟嘛，选国家队。好，第二张啊，明星赛那张被我放过了，那第二张的话就选。选18年的 Top 卡，欸，那张可以用一般的选啊，算了，随便。然后后面的两张选22的，好，就这样。目标是这四张嘛，虽然这张不是投手哈，啊，如果真的选到这张的话，欸，官方该出啦，连这个选秀之神都这样子啦。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四张靖凯，然后四张拿木一样，四张郭天信跟四张王胜伟。好，出两张有没有？其实不错欸，其实我刚才选的卡片好像都不贵欸，就这两张好像其实还不错欸，尤其是郭天信。欸，好，这只是一个娱乐的东西，不是，这不是什么特别的邪门歪道还是什么的，没有，这是娱乐而已啊。好，那看起来没有出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好像有些人有疑问啊，那个王拔的投手都不见了，那就这样，反正这集就娱乐而已啦，就是偶尔丢一下这个选秀片。好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到这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喜欢更多的知道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了，拜拜。